陈奕迅是我的邻居啊，我昨天也是看到那个新闻的时候，我就想说，哎，那如果是真的的话，我应该会有看过他们出入还是什么，可是我真的不知道。最近那个透明跟小晴炫啊，就好恋情，然后就被拍到就是出入那个内湖五期的豪宅，是宪哥那一栋，然后你好像也是住那附近。哦，我真的是看新闻才知道，哎，我还想说，奇怪，我真的没看过。我真的没看过，还是因为他可能前后长得不太一样，因为他不是瘦身蛮多，然后变比较型男嘛。对啊，我比较常看到露西派。对，小奇炫认识啊，认识啊，我之前还有捡到他的猫果。对，因为他的猫不小心跑出来，然后在走廊上闲晃这样子。我真的，我是今天听你这样子讲，我才知道哎，因为我之前，我昨天也是看到那个新闻的时候，我就想说，哎，那如果是真的的话，我应该会有看过他们出入还是什么，可是我真的不知道。嗯，他是一个成熟的大人，我觉得这个他应该会处理得很好。对啊。